刺激战场1到26岁，老玩家看完后都哭了。从刺激战场到现在的和平精英，你们都知道刺激战场经历了什么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刺激战场1到26岁的时候变化吧。由于视频过于稀有，建议大家观看前双击加关注收藏起来，以防视频永久丢失。那么屏幕前的你是老玩家吗？老玩家们请双击评论扣个一吧。可能只有老玩家才能看懂吧。那么屏幕前的你是老玩家吗？